警官，你难道没发现你身边又少了一位战友？杨毅。白亚欣，放了梁毅，你跑不掉了。警察打败歹徒，拯救无辜人质，你们是这么想的吧？巧了，我也是这么设计的。不过现在我投降了，我知道你们恨我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。可我还想玩个游戏，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，我在我心脏附近放了一个装置，看到这个小红点了吗？它连着梁警官身上的炸弹，只有我死了，炸弹上的倒计时才能停止。想救他，我只能杀了。哎，但是，我投降了。哎，好像法律规定，歹徒投降的话，警察就不可以开枪了吧？罗警官，这一次该怎么选？罗飞，罗飞，我害死那么多人，我死有余辜啊！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开枪啊！死我呀！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，我做的这一切才是对的？真是懦夫呀，胆小鬼啊，懦夫呀。白亚欣，高梅的死真的只是因为小花吗？我看过你的资料，高梅原本是有机会接受精神治疗的，但是因为你的自私，你想把高梅留在身边，
才导致了他的死。如果不是你固执的不肯接受林老师的建议，高梅的病情也不会进一步的恶化。不是的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他？必须要让他切断与他情感相关人的联系。梁晴，我现在看着你，就会想起我爸爸，怎么能过去呢？你必须要离开他。 你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小花的身上，你活在为自己编造的谎言里。你滚！我不可能跟梅梅分开的，这是唯一的前提。梅梅，爸妈都还活着呢，就在你的梦里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。 永远都会在一起的。清洁计划、寻找继承人，都只是你的借口，你的幌子而已。不是的，我没错。一组特侦组跟我进去，二组后面报告，三组第一组找朱浩天。是。 我没错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敢面对高梅的死？你说，高梅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没错，我没错，我才是对的，都是他们的错，为什么要惩罚我们？我才是对的，都是你们的错。 他不相信法律，我相信。夜雨纷，渐渐清醒的。
相遇过，难道是为了离分？闭上眼，梦是否散开一吻？心若只剩残忍。记得来看我啊。存货也给你们了，谢谢静哥。同志们，赶紧收拾，外面已经准备好了。少喝点饮料，以后都。那以后茶都你包了啊？网购。多费的东西我都帮他收拾好了。走吧，咱们。你们也别忘东西啊。走，走，你过。拖把啥的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么脏怎么收拾啊？我是省厅调来的，罗队的新助手，陈嘉欣。谢谢你，罗老师。我可以的。王静，干了5年的外勤老警，身手不错。公安局的。罗队，肖西风出门了。小强，小强，案发第一时间就把这里封锁了。规规矩矩走访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呼叫增援。小孙，你俩去把他的联系方式查出来。薛冰，咱们局的电脑高手。对，后台就交给我。结束了。我正伤感了都。结束啥？吃饭，我安排。好，走。箱子，来，拿动吗？小身板儿。
刚才在会上听说，罗队因为这次白亚星的事情被纪律处分了。不辛苦，来，王毅，你的腊肠煲仔饭。我先开动了。好，小佳、小崔，你们俩呗。对，不客气。那留我的吧。这个是你的，薛明，你爱的扣肉饭。来来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王哥的沙拉。这个是陆老师的。我的呢？他爱白吃。这是现场监控，继续查。嗯。罗队，帮我签个字。你们这查的怎么样了？翁姐是说，当晚只看到四个人开车上山，没见到其他人。继续查。罗队在吗？啊，罗局。同志们，我刚刚接到通知。咱们专案组历经艰险，破获了影响重大的615系列案件。经龙州市委研究决定，给予专案组记集体三等功。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，恭喜大家。同志们，可不要骄傲，继续保持咱们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那颗初心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未来会有更多更重要的案子等着你们去办。大家想想晚上吃什么，那肯定要罗队请我们吃大餐了。你这次可不能再逃了。对啊，不能再逃了。
快。哎，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来呀，走一个。你不说走一个吗？就是啊。来，你让我猜。要是风平在就好了。你们家送了东西过来，那个拆开看了，是一件风衣，你现在用不着，等你出去的时候再给你。哎，王警官，那个谁送来的这个？好像叫罗非。嗯啊，行吧，没事了。把你给挂这儿来了，过来看我。听说你升职之后，这整个龙州市的犯罪率都下降了，恭喜恭喜啊！
真被你这乌鸦给说中了，我这留了这么多年头发，一下给我剪了。但我觉得这还行，挺适合我的。明儿呢？嗯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给我送什么不好？你送我一风衣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来蹲耗子的，不是来旅游的。这是我号服，看见没有啊？6713，我的编码。想什么呢？不知道你一天想什么，罗非。谢谢。谢我干嘛？啊，你说白亚星的事儿啊？白亚星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大哥啊。再说了，我就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正义。开个玩笑。哎呀，别说在里面待久了，还真挺想外面你们这几个人的。哎，梁毅他们怎么样？都挺好的。嗯，大家都等出来了。啊，挺好的就好。哎。我这要出去了，谁得给我请个客吧？接个风啊，洗个尘啊什么的，是吧？我，啊，这次我来请。风平，因你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表现良好，符合法定假释条件，法院已经裁定对你予以假释。说好的来接我吗？人呢？啥也不是。
真相，那是我等待命运安排，一人面对一个未来，闯入黑暗的深邃就机会，这一次同行的又是谁，与残酷相对，害怕学不会，学不会这一次和你面对，在命运经过的入口，那沉默不舍的眼眸，是你我的自由，闪现的画面，那是危机到来的黑夜，危险边界一起并肩，说是改变世界的宣言，宿命般的直觉打开了你的心结，让正义归还世界，归还你一切，在命运经过的入口，那沉默不舍的眼眸，上命运的筹码，一直到你相信他才勇敢说的话，说可不可以重新在一起寻找正义的真理，在黑暗中又携手一波光亮，起在那一刻经过的人